只好选一个假女友来骗老妈了。选谁呢？虽然有点冒昧，但是能不能帮我个忙，跟我同居？啊？有点乱哦。哇，原来你……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我去换个衣服。不许偷看哦。去哪儿了？就知道你是这种人。哼！算了算了，还是不去看了。我换好了。看不出来你还是个游戏宅啊！来玩一局。这个。输的人呢，要答应对方一件事儿。真的什么事都可以吗？当然。等等，你在想什么呢？给我玩。嗯？我该选哪个角色克制他呢？冲冲！我去！哎呀，撞我！保险差点被撞翻了！啊，你疼到我！哎，你怎么还拿橡胶皮打我？让我扶起来吧！我要赢了！我赢了！我赢了！赖皮。你要答应我一件事了。什么事儿啊？陪我去游乐场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，幼稚鬼。你才幼稚鬼。奇怪，老妈居然识破了。哼，信了才怪呢。事到如今，只能假戏真做了。你，等你游戏打赢我再说。我去找老妈派来的相亲对象帮忙。不行，你先答应我去游乐场的。改天一定去。怎么，同居的开心吗？没有同居。老妈她根本就没信，你帮我应付下老妈，就说我们在这相亲几天，验验货再回去。哼，不是刚刚拉着别的女生跑开，把我一个人抛弃在家的时候啦。对不起，那不是针对你，我是想应付老妈来着。那我帮你有什么好处呀？你想要什么好处？走。我从来没有见过雪。这是假雪。假的也没见过呀。我们去玩滑梯吧。准备好了吗？3、2、1，出发。哦，哇，太快了。白过头了，也许会有那么一天的。想得美，逗你呢。心愿完成，走。
宇哥哥，今天怎么样？好玩吗？我们一会儿去吃点什么？不是刚吃过吗？哎，那不是林夕颜吗？什么事啊？这么着急？陆宇哥哥，今天有欧阳小姐的演出，我在这边做兼职。欧阳小姐，就是那个明星欧阳璐吗？就是她。我之前找好的摄影师放我鸽子了，要让欧阳小姐知道了，我一定会被开除的。你拍照技术那么好，可不可以帮我顶一下？原来他私底下脾气这么臭啊！拜托了。看我干嘛？那我试试吧。那你可得帮我拖着老妈啊。知道了。那你先回家等我。好吧。走，我还没见过明星呢，看我会会他。不好意思，欧阳小姐，我们的摄影师到了。怎么换摄影师了？对不起，之前的摄影师有事来不了。你随便找个人就可以做摄影师吗？工作做的可真差劲。我可不是什么路上随便找的人，虽然我还只是个兼职摄影师，但是我对我自己的技术有信心。你当这是在街拍呢？要是拍不好，你们两个赔得起吗？如果拍不好，要多少钱我全赔。小鹿，演出时间到了。这是摄影师。这不胡闹吗？快走快走。我想办法吧。不，就让他拍。可是，走吧，大摄影师。加油。拍得不好就只能跑路了，得找个好位置呀。听说偶像这次要上新曲了，真是太棒了。是啊，我拍了半年的票，终于要看到他了，真的太好了，太开心了，终于能见到女神了。哎，死宅男，可不可以不要在宅男前面加个死字啊？谢谢。哦，那话说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赚车马费的。看不出来你居然有工作。切。陆宇哥哥，这次真的麻烦你了，我也没想到会这样。哦，原来是来帮他的呀，看不出来你还挺会关心人的。没有，我就是来兼职的。又开始了，看你的了，加油啊。
的还不错嘛。算你小子走运。这算你们子走运。太好了，陆羽哥哥，有点东西啊你。行了，你就好人做到底，再去帮我拍组照片吧。啊，你可是先答应我陪我玩的。怎么办？要去哪儿呢？抱歉啊，我答应工作完带顾梦去游乐场的。那我就勉为其难的答应了吧。啊，再来点刺激的。你怕了吗？谁害怕了？来啊，走。这个会不会升得很高啊？会，它会突然升得最高，而且还会忽上忽下，就像跳楼机一样，而且是那种旋转的跳楼机。还疯吗？那我还能下去吗？不能。开始吧！太刺激了。我不行，我突然这么害怕。废话，不害怕玩个什么劲啊。人在瘾大。我们刚飞在空中的时候，风吹过衣袖和头发，你有没有感觉到自由？总不能因为害怕就一直循规蹈矩吧。再玩一次。我还是循规蹈矩吧。走。坐了一天，折磨死我了。来做这个。其实我已经适应恐惧了，不用再做这么无聊的项目了。那你陪我做嘛，据说一个人做旋转木马会一辈子单身呢。那如果两个人做，两个人就会在一起吗？你觉得呢？到家了，今天很开心，谢谢你。你要上去坐坐吗？好啊。开玩笑的。那晚安，走啦。小莫，我回来了。屋里怎么这么乱？难道不会的？小莫。